妈祖出巡要紧，好爷将军一马动身先出发，在朝天宫庙前就先吃了几落座的炮山，展现好爷将军专门接炮的气势。朝天宫一年一度的妈祖出巡，在旧历三月十九日起驾。一透早，庙方就先由主持法师向妈祖来禀报，并且进行祭奠。朝天宫董事长蔡英德以及全体董干事、馆长参选人张丽仙共同参与祭奠仪式，随后分别请妈祖上神轿，开始展开出巡活动。啊，这老乡意义咧，啊，就是吼妈祖婆跟咱出来吼，啊，大街小巷吼，啊，甲所有的吼信众啦吼，啊，地方的人啊，甲关心一下啦吼。所以不管大条细条，只要桥会当过吼，啊，我的桥一定会留意。还有几呢？啊，北港较特色来讲，北港的地炮吼，啊，伊农业时代吼，啊，拢在咧较早迄地地炮、迄地迄地啊吼，来个补红啦吼。我往咧放咧放炮，我啦啊有去前阵，所以说我啦是特色。出巡固定在每年的三月十九、二十举行，是北港镇一年一度的盛会。北港镇内各项镇头、艺阁拢会共同参与。今年妈祖出巡的日子拄好拄到拜五、拜六，吸引真侪里外乡亲、学生囡仔全程进来参与活动。热情的民众嘛，准备了几落车的炮啊，要来欢迎妈祖。妈祖神轿所到的所在，炮啊声不断，非常闹热。尤其是虎爷将军所到的所在，拢会当看到民众准备规堆的炮啊，要来放，希望会当愈放愈旺。今年过足热闹的啊，因为今年拄啊着拜五甲拜六，啊，所以讲吼，足侪出外的北港囡仔拢转来，伫啊咧参加这种庙的活动，啊，过足热闹的。因为今年咱北港土场也过足多。阮囝是，伊是太子爷会，啊，我是综艺团的。对哦，现在就是咧，参加太子爷会。让他从小就接触那个北港的文化。今仔就是吼，到五年啊，都天上圣庙啦吼，啊，咱今仔日就是好爷公要出来踅境，交北港妈祖出来踅境吼，啊，咱祈求大家平安哦，大赚钱安尼。咱真希望照常吼，咱北港朝天宫妈祖陪这个神威样，不但会当甲乡客变游客吼，啊，当然的吼，咱嘛是爱吼啊，增加吼啊更多的景点啦吼，延长阵线吼，啊，和咱的乡客来到。这呢，会当停留在咱的北港镇吼，时间会当吼，搁较侪人吼，啊，买当直接做消费人吼，所以呢，日后啊吼，应该是爱甲咱这个吼啊，糖厂啊吼，这个地啊吼，会当来个充分的利用吼，和咱的这个观光啊、加文化啊、加宗教呢结合做伙，啊，甲咱糖厂的这历史啊吼，拢总结合做伙呢吼，啊，和咱的这个游客来到这会当进一步呢了解咱的这妈祖婆的这宗教文化。朝天宫每年拢吸引过了百万名游客前来朝圣。自元宵节开始到三月二三妈祖生这段时间，是各地进香团和游客上多的时间。婚姻馆长参选人张丽仙嘛，希望未来会当好好啊规划，并且加强交通建设，让更卡多游客会当来到北港佚佗，为地方带来欢迎。